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离一切众生相，即为净土，心中就安静了。悲观的人，就是心中没有明心见性的果。一个人今天悲观，很难过，想不通我的孩子啊，我的单位啊，我的这个事啊，我的那个事啊，他想不通的话，你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果。没有果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就是啊，没有想开呀，你没有真正的放下呀，你哪有果啊？有本事呢，你放下呢。所以今生闻佛法是有福报的人，也就是说有福报的人，你在自己心中有一个超越这个世界，也就是有形世界的极乐。这句话怎么讲？你今天如果有福报，你就会想通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幻的、假的、空的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的。你在单位里再怎么样再怎么样，你终有一天退休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要超越这个世界的极乐，也就是说完全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看穿，因为它会变，再不好过几天变，长一点嘛下个月，再长一点嘛明年，总归会变的啊，再多一点时间嘛三年五年。过去命运当中讲三年五年一定是个大改变一个运。所以极乐国土实际上就是需要你增加自己的信愿行。极乐国土实际上在你心中，你虽然没去，但是你可以很快乐。很多人为什么一辈子很快乐？自己调节的呀。你说人能够一辈子快乐吗？不可能的。有一辈子伤心吗？也不可能的。为什么能这样呢？因为他有信，他相信这个事情烦恼会过去啊，幸福会到来，他有愿力，我愿意改变自己，所以我一定能成功。我在墨尔本法会上讲了，当你想改变自己的这一天开始，实际上你已经在改变当中了。行是什么？好好的去做，不是嘴巴讲的。很多人一辈子说我要改我要改，改得了？你们说改个毛病多难呢？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改个毛病多难？过去要改随地吐痰都很难改，对不对啊？撇人家眼睛难改吗？要改毛病的，从小一看到老一般。有的人的脸真的笑不出来的。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教佛法让你们笑了，开开心心能够学得进去啊，就是让你一笑的话开怀开心，然后心开放，你就能接受人家的意见了。你让人家痛苦的时候，这个人不会接受你意见的。你看一个人痛苦的时候，你给他任何的意见他会接受？不可能的，他理都不理你的。人生最大的一件事要记住了，就是死亡。除了死亡什么都是小事情，什么都会改变，不要害怕。死了够可怕了吧？那么好，其他事情有什么可怕？你好好念经嘛就好了。所以修心先要了脱生死，要法喜。因为不会死的话，你用不着这么着急的呀，它每天都是无常的呀。信即得度，记住这四个字，信了你就得度了。信即得度，修即解脱，
就是修了马上就能解脱，信了马上都能得度。修机解脱，信机得度，见佛了生死。你看见菩萨了，你根本不会怕死的，因为菩萨会照顾你，会帮助你，会让你活得很好。你看见菩萨了，你有信心了，生癌症都不会死啊，好好忏悔了。而且你相信了菩萨之后，你当然就了脱生死了，不怕了呀。学佛度一切，学佛的人可以度一切众生，帮助所有的人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现在学佛可以帮助一切人，因为人生非假非空，非有非无。你看看一个人在人间呢，你说这个人是假的吗？是真的。非空呢，也不是空的。你说人看见对面的人是真的呀，非假非空呀，非有非无，并不是没有，也并不是有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灵魂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啊。很多人你跟他讲话他没听见的，真的耳朵听不见的，他脑子在想其他事情的时候他魂魄就离开了。所以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跟你讲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突然间告诉你一个什么事情，一下子愣住的时候，人家边上怎么跟你讲你听不见的。这就是人啊，似有似无呀，非有非无呀。人是不存在的存在，这个就是跟你们讲佛学的哲理了。你说这个人存在吗？存在的。你说这个人不存在吗？我问你们，过去你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存在吗？没了。那么过去存在过吗？是不存在的存在。那你现在讲起你的爷爷奶奶，是不是还在啊？曾经有过呀。这就是佛法讲的哲学，现在跟你们讲哲学了。你说这个人有脾气吗？有的呀。那他好的时候没脾气的呀，他不好的时候怎么脾气这么大了？那么他到底有脾气没脾气啦？似有似无呀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好像有好像没有呀。所以人家谈恋爱的时候跟人家介绍的时候总是这么讲的呀，哎呦这女孩子好，但从来没脾气的，你相信吗？你说人怎么可能没有脾气呢？对不对啊？哎呦好的，从来没脾气的，没造出来的，谁没脾气啊？你不要把人家当傻的，人家不给你发脾气的时候说明你的气场跟他很好。闹啊闹啊，吵啊吵啊，我的老公脾气最好了，你闹啊闹到哪一天他给你一翻脸就没了，对不对啊？哎呦我这个老婆啊从来不反抗的，哎呦我怎么骂他打他，一发脾气没了，时候没到啊，不要去欺负人家呀。所以有智慧的人知道这个世界是幻化变成的，是实境又是虚境又是幻境，你说是不是虚幻的？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读书，我们很爱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很爱我们的校舍校友会啦，我们曾经的在一起的同学，多可爱的同学，现在全部都是虚境啦，听得懂吗？没啦。所以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根本没有生也根本没有死，死和生它全部都是虚幻的，生了死了，死了又生了，不就两件大事吗？人生除了这两件大事，我告诉你其他都是小事情，根本不要把它太当回事。所以要懂得学佛，应该知道我们人把这个世界看成颠倒了。很多人以为到了人间来就是为了赚钱啊，我为了要赚钱，我为了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我要需求，我要欲望，实际上全部都是在颠倒的。菩萨说你们需要的更多的，你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痛苦。你们觉得需要的是什么？如果跟你们说你需要痛苦吗？谁都说我不要的，但是谁都需要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去追求了，你有欲望了，你就在痛苦当中了。做不到的事情很多人拼命去想去求，有欲望最后痛苦吧。要知道唯佛，就是唯有佛法能够免去你的痛苦。
佛法能够免去所有人的痛苦。